这里呢是 Joseph Tang， 九色堂。那么呢，也是今天的主讲人。那么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的 Computer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就是教大家如何使用有 Windows 11操作系统的电脑。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记事本也就是文本文档。它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基础教程的基础的使用方法好，那么我们来开始那么我们这个记事本呢，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就是教大家如何使用它这也算记事本也算是每个电脑自带的最基础的一个小程序之一的一个小程序，就是帮大家记录一些记录一些事情方便大家快速的写下记下一些东西以文字的形式那么这个呢旁边呢就是记事本长的这个那样一个样子。以前我也使用过记事本给大家做些演示这些文字上的演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讲讲这个记事本有什么用以及如何使用它。那么记事本呢，它能简洁快速的帮你记录文本信息，比如说草稿、说明书等一些不需要排版就直接写上去就可以的这些文本文字又或者一些工作计划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记事本又或者说文本文档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做一些记录的一个功能也是可以保存在电脑上的，也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教大家如何在里面如何先新建一个记事本以及如何在里面输入文字，还有呢就是一个查找的一个功能还有最后呢就是如何保存包括另存为这些功能也算是给大家讲解一遍。好，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你要去怎么样找到记事本呢第一步其实有两个方法很方便的，就是去到这个 Windows 这个按钮 ，Windows 这个按钮，就很方便的，这个 Windows 这个开始键就很方便的可以看到这有个记事本在这里。记事本这个程序呢，我们点一下，就可以给它打开了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很方便当然还是一样，如果没有呢，可以去所有应用这里查找。好像在上面它就在所有应用这里来查找，它应该就在这里记事本。那么嫌麻烦的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搜索都是可以直接打开，又或者呢选择你想要你要保存的在的地方在里面直接打开一个新建的记事本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比如说我在这里点击右键，在桌面上点击右键，点击新建
找到这底下有个文本文档，也就是我们记事本，点进去，哎，我们就新建了一个，来给它起个名字，叫电脑。啊，打开我们的中文输入法，就得以按电脑脑啊，拼音电脑，按下回车就可以了。那我们再去打开，哎，它就给我们弹出来了一个我们的记事本的这个页面啊，可以看到，弹出来我们这个记事本的这个页面。那么在这里呢，啊，就是我们完成一个打开的一个步骤，怎么样找到并打开它？好，我在记事本呢也是可以啊，在里面输入一些文本啊，来想要记住、来记录啊，想要记下来的东西啊，就很方便的帮我们做些记录，就像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小。小册子一样啊，在上面写，随身携带小本子，在上面写着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做一些记录，关于我之前课上教给大家的啊，比如说我们第一节课啊，最开始的第一节课教给大家什么啊，这是可以做一下笔记啊。第一节课就是电脑的基础认识。电脑的基础认识啊，我在这里打出来这些字，打出来这些字啊，用这个输入法电脑，对吧？或者直接 dn 电脑这样子。那么这一行我们写完以后，我们按下这个回车键，按下回车键啊，来到下一行，然后下一行啊，又想要回到上一行呢，也可以按照这个返回。好，在这里我们写下电脑基础认识啊，我们认识了什么东西啊？我们在这里继续记下我们的笔记，然后基础认识，比如说显示器啊，注意显示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主机对吧？主机啊，还有什么？还有键盘。好，再按下回车来到下一行标啊，其实我们这个笔记记录下来啊，记下来我们学到了什么，就比如说第一期要教给大家的啊，那么显示器它是用来干什么呢啊，用来显示我们所啊，用来显示电脑上的画面啊，在括号啊，打出个括号，怎么打出括号呢？啊，之前教过大家啊，括号在9和0上面，然后按下 Shift， 我再点击9，再按下 Shift， 再点击0啊，这样就可以把括号给打出来啊。那么还有这个键盘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啊，键盘我们说是用来输入文字啊，完成括号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笔记本的使用实例啊，笔记本的一个使用的例子。那么在这里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啊，我们输入我们想要记下来的东西，这样以后呢，拿出这些可以记下来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给它保存，对吧？我们说因为这个写完以后一定要保存，要不然直接关掉的话，它会啊问我们啊是否要将更改保存。那么这时候我们点击保存啊。保存以后我们再打开，它就会记录下来了啊，记录下来。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下一些1、2、3、4、5，我们再关掉啊，不保存。我们再打开以后，哎，就那些就没有记录下来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都是要手动啊，这个电脑上存储在电脑上的东西，我们都是要用手动来保存的。比如说，3、4、5、6、7、8、9，
啊，我们写下这样一段话，点击文件，点击保存，点击保存了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关掉，哎，它就没有弹出任何东西来阻止我们，啊，我们再重新打开我们记下来这个文本文档，哎，啊，他刚刚把这串数字给它记下了，啊，对吧？给它给记下了。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保存的一个功能，啊，那么还有呢，还有除了这样一个保存以后，我们还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另存为啊，就是要新建一个一样的啊，就新建一个一样的类似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这有个另存为啊，保存下面保存这个功能下面有个另存为。啊，我们把它这个叫做电脑笔记，电脑笔记，我给它保存。哎，可以看到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叫一个名字不一样。我们打开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另存为，你可以把它存储到电脑上啊，电脑上的任何地方，就把它复制一个副本下来啊。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只不过它需要更改名字啊，把它名字给更改下来。说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啊，比如说随便写什么，今天天气真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啊还是一样给它保存，关掉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呢就和我们一开始这个啊，一开始我们是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新保存下来的电脑笔记啊，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另存为呢，就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出来啊，把它给复制一个出来啊，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或者是同一个地方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功能啊。我们或者呢，我们可以把它给另存为，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给它另存为这个文件夹里面保存，哎，好，我们给另存为了。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电脑笔记，对吧？好，我们去电脑找到我们刚刚把它藏在哪里了，磁盘，我刚刚把它藏到这里啊，电脑笔记。那么这里呢，它也有一个啊，都是一样的，在你的电脑上啊，又给它复制出来一个副本出来啊。另存为的时候还可以更改它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叫22笔记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来啊记一些快速的信息啊，就是不会忘啊，就是有些时候可以用来记一些啊账号的密码呀什么的啊，就网络账号这个邮箱这些密码啊，忘记的时候直接在这个电脑上把它找出来啊，找出来一打就很方便。比如说啊，邮箱是12345哎，给写下邮箱是12345@gmail.com， 这是中文 gmail.com， 要写下密码啊是54321啊，当然不可能密码这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记一下啊，就是以防万一自己设定密码以后忘了啊，就把它给存储在这个电脑里面啊，存在这个电脑里面，到时候忘了以后就打开这个笔记啊，一下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密码是什么，以及这个密码是给谁的，是很方便的一个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查找啊。它也有一个功能叫做查找，
那么查找呢，它是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查找，假如说你的这整篇文档它有很大很长一段字，那你在那查找可以查找到，就输入你想要的字，它就会自动帮你找到这里面有啥。比如说，我在这里找一下电脑啊，我们按下回车键，哎，它就告诉我这里面只有一个电脑这个字。就在网上啊，在网上啊，就是另外一个有电脑字啊，它会帮你给选中出来啊，并把它给你选出来，它是一个很方便、很方便的一个啊。我们继续找，它就只有两个，它就只有两个啊。比如说，又万一，比如说有很长很长一段话，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去搜索一段很长一段话，我们打了一段很长一段话在里面啊，你不知啊，想要找到其中一两个字啊，很复杂啊，那么这里呢也是可以帮你直接查找就查找到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打印的功能，只不过打印呢这个字自然是需要有打印机。打印机才可以打印出来，把这一整页当成一张纸打印出来。只不过这里呢，我目前没有打印机的。另外一个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在这里输入这一段话，哎，打错了怎么办？啊，打错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编辑这里。就有个撤销的一个功能，撤销啊，点击撤销，哎，就把刚刚这一段话给撤销掉了。也是撤销呢，是一个很方便的，就是你不小心做错了啊，不小心做错了，能有啊回退啊，重新再来一遍的功能。比如说我把这一个密码啊，邮箱密码，哎，我不小心把它给删了，不小心把它给删了。那么呢，我们去找到这个顶上这个编辑这个按钮，找到它，我点击一个撤销。哎，它又回来了啊！这是一个很方便啊，很方便，也是给你及时再来一次机会啊。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撤销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啊，自然就是我们这个复制、剪切那个粘贴啊，这里也是可以把这些文字啊给它复制一遍。啊，再另外一个给它粘贴下来啊，就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我给粘贴下来。还有这是这个剪切功能，也对文字有效啊。之前看过的也，想必大家也会有理解。除了对文件以外啊，这个复制、剪切、粘贴对这个文字也有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剪切啊，这里它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们点击保存。粘贴，哎，这里它会有新，就把它给粘贴过来。粘贴就是把这一段话给它剪下来啊，放到新的另外一个地方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电脑笔记的一些的基础功能啊。电脑笔记还有文本文档的基础功能使用。那么想必刚刚，那么这个呢，我们刚刚都是在一个新建的一个地方啊，选中了一个地方，在这里面，又或者是在，或者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啊，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它都会保存在这个地方啊，你选中的你新建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叫它345。我们在这里随便打几串数字，我们给它保存。啊，我们保存后呢，它都是保存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是我们在这里面给它新建出来的。如果是我们使用这个 Windows 的上面的。这个
窗口呢，是用这个打开记事本的话，那么它是暂时没有保存在任何地方里面的。我们在这里记下一段数字以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下一段话后，比如说啊，点笔记，第二堂课。第二堂课，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给它保存，哎，它会跳出来一个东西，让我们给它选择啊，保存在哪儿啊？之前我们名字也可以更改，第二堂课，又或者看电脑笔记二。好，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选择一个地方给它保存。那么选择这里呢，就是保存到桌面啊，桌面就是我们这可以看到一打开电脑一大块地方啊，所有东西都是在桌面，就比如说这个。都是在桌面啊，你给它保存在桌面，哎，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了啊，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了。那么，因为就是从这里打开的话啊，你要选择一个地方给它保存，选择一个地方给它保存下来。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记事本的内容，虽然比较短啊，就是给大家大致讲解一下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小程序。虽然它和这个 Docs 这个文档啊有些重合，但不过它呢是为了更简便啊，更简便、更快速的记录啊，不像 Docs 那么复杂啊，就很方便。我今天也是教大家如何打开，要么是从这个开始按钮啊打开这个记事本，又或者是直接。选找一个地方右键给它新建一个文本文档，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啊，右键新建啊，这里只能建文件夹，因为这些用户很，这里呢新建可以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啊。那么在里面呢，在里面我们可以打开，我在里面输入啊各种想要记下来的笔记啊，按下回车来到下一行，按下回坠来到上一行。那么这个呢，啊，写好笔记以后可以要保存啊，需要保存，又或者另存为啊。或者说保存到复制一个，保存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行，如果家有打印机的话，可以把这一页打印出来啊，当成真正实质纸张这样子啊。还有编辑啊，当你做错了，不小心删掉什么东西啊，不小心把这个删了，去编辑给它撤销，哎，又回来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很方便的。还有一个查找，在上面可以查找。二这个数字，哎，可以帮你选中二笔记啊，来给它点一下这两个按钮啊，就可以看到它会自动帮你查找到那个选中的你搜索的这个串数字或者字母或者汉字这些符号。我们这里就只有一个呀，因为这里只有很短嘛啊，万一是写的文章有很长很长很长啊。如果不知道在哪儿的话啊，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啊，就是很方便的使用这个查找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所谓内容，比较短，不好意思。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疑惑呢，也可以问出来。希望大家能在本期视频能有所收获。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的心中，昨天似已消失，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昨天似已消失。相逢。
片深情。